cap 低，好，来步伐上提分再 cap 低，哇，这首曲子也很轻快耶。其实啊，我们在今天呢，不单单有安排了这个客家歌搭配了客家舞蹈，待会呢，我们还会邀请到的街头艺人，在今年还有去年呢，都是冠军哦。然后在舞台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，那也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完美呢，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晚会的开场。那我们现在呢在舞台上看到的呢，哇哦，光是服装就懂吓你呢。来，凤凰社区发展协会，还带了给两个斧头转的，大家来跳舞，太高来跳舞，掌声鼓励。来做表演。好，刚刚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让大家来欣赏呢来到了桃园